1000块的手镯经过打磨抛光，能不能达到万元品质呢？来，现在给大家来加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杨。现在的话呢，我们手上拿的这一条的话呢，是一位叫饼干的老铁。昨天的话呢，在中班下单的一条1680的手镯，然后他留言说的话呢，希望小的话呢帮忙去监工。那我们事不宜迟，赶快去加工厂吧。1000块的手镯经过打磨抛光，能不能达到万元品质呢？来，现在给大家来加工。哎，算了，还是交给师傅吧。现在的话呢，小饼干老铁的手镯已经起货出来了，果然啊，起货不出小杨所料，惊喜满满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条。现在我们再过来看一下这条花了1680定制的手镯，整条手镯啊娇润感十足。这边的冰乌鸡的话呢，带着淡淡的紫底，而这边的色花零散而纯正，点缀在镯身上面，一眼望去啊，半山半水。这条手镯经过打磨抛光之后的话呢，虽然说没有达到万元的品质，但是说翻一翻还是有的，老铁们觉得呢？